哦，黑水沼泽，哦，好帅哦，牛牛，太粗壮了吧，他身体，完蛋，这四个跑妹四胞胎，这一看起来就是要把我送下去啊，已经，他们都已经把油热好了，要把我当炸牛排了啊，朋友，你们感觉到吗？那个 feel，哇，我的鬼灭怎么长在一个最远的位置啊？靠，北岸怎么都没人？哎呦！想看军团高感谢 Chris 懂那三十。不死死亡恐惧心惊肉跳。好，我等等看一下，下一把好不好？有人修这里。哎，他在这边，我看到他了。下板。哎呦，他不下板嘞！哇，他不下板！啊、哦，他死了，他这样跑，他死了，除非他有逮他。看起来没有，那他要死了。好、哦，开场直接先抓一个。哇，工匠。不行啊，那台好像有点远，赶不过去。不要，真的不要啦，不要再修了。别修啊！干，还是修开了。还有怀表，哦，还有怀表。去哪里了？哦，对。在跟我绕板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滑鼠卡住了？我滑鼠刚好按，让它卡住了。转角。这只有点会哦，哎呦，这只有点会耶！我发现他下板都下得蛮准的，让我没办法锤爆他。Hello。哦，等一下，他补等一下了。然后右边有人修，那边最远的。来喽，大跑 ，OK。可以哦，可以哦，他们感觉也要炸我的 feel 喽。可以哦，有被炸的感觉咯，你们感觉到吗？他们那个，哎、欸，里面有。哇，这台快开了，这边先不要开大，因为会被那个。还想在那边给我绕啊，朋友！我刚刚听见这台好像也快开了，是不是？还敢在那边给我绕啊？啊！我看你是没有吃过我的棒棒啊，各位！哎，差一点！算了，没关系。
先挂这个吧。可恶，刚那一贼如果锤到，他们就倒了。转过去的幅度不够，不够大。那个起来了 ，OK。 Hello， 不行，他现在进度有点太高，我要先斩一只。哎呦，被马赛克了，拔舌头，直接吃我的棒子，锤爆你！舒服，他们家救了，有一个还在那边给我修哎、欸，这个人。 哎呦，差一点！哎，靠背我懂。下摆。哎呦，屁啦！人家就可以，人家就可以过，我不行。哎呦。 这一刀也在，啊哭啊！我真的是那个那一刀可以中的，他直接给我翻到那边去，我真的是吐血。完蛋，有点不妙，有点不妙。刚刚那个位置被他搞太久了。啊，哥，不行，他们都会看呢、欸。 这两个在那边搞，这台怪开了，这台一定要先顾，不然他们现在会修开。大跑，给我过来！你们这群王八蛋，有够皮的。好啦，可以了，还好我这把有带斩。 他们这把真的是来炸我的、欸，差点被做成炸牛排、欸，吓死我了！可以，差点被做成炸牛排。这边还有一只，他们刚刚过来，哎、欸，他们很像是四排、欸，因为这台进度很高。往里面走了。 这边走，嗯，哇，中间一个失误，差点被他搞到全崩、欸，哎，吓死我！还好我有带斩这把。 还在那边给我蹲啊！你这个人，先检查一下，差点，那个 P 3那个 Talon 中间拖很多时间。 哎，他回去了！哇，他竟然给我偷偷回去，他们进高地，在这边，抓到你了！ 另外一只豹跑去哪里了？阿内，赶快出来好不好？不要拖时间了。我想抓最后一只啊，但找不到人。 这场爆爆藏了够隐蔽，所以拖很久。哎，这边我靠人了，我靠人了。
我靠人，我靠人了！靠人，我靠人了！哦，有了，有了！哦，我看到了，抓到你了吧！哦，终于被我抓到了吧！太舒爽了，还好我带斩啊，不然这把就要被乱炸成牛排了，差点就要酥酥脆脆了，各位。 我的大棒棒！哦，牛牛的棒棒看起来好猛哦！刚刚那个人跑去哪里了？ 你们还记得我刚刚在哪里砍倒他的吗？我给忘了。哦，没事，我找到他了，我不用走下水道了。 没事没事，我刚好听，哎，我没有挂过这个人哎，我没事，我没有找到下水，我都听到他的声音了，我的这个冲刺还不错啊，我没有挂过这个人哎，差点就被他们抓到了，吓死我了，差点要被修烂。 刚刚高台附近，你说这边吗？可是他，哇，他跑到船那边去，哇，好会爬哦，这个人，这也是宝宝爬行大赛的冠军呢，真的差点被抓去做炸牛排，哎，吓死我了，还好我有带红斩。好，谭哥，拜拜，安娜雪拉比，嗨嗨。 好，哦，3,754，哇，他分数好低哦，8,000、9,700、17,000，你有发现一件事吗？他们分数这么低，但他们还是可以把我修到剩一台，然后修到剩一台，他们的分数才这样子，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吗？然后只有这个特别高，就是现在速修环境这样子，大家都狂拼修机这样子，太可怕了，<笑>有没有看到？然后我28,000。 这修蛮快的 ，OK，